大家好，现在我给大家介绍最先进的开木头的机器。大家看一下，座根是阴沉木的，它的树种是铁梨木，是非常坚硬的一种阴沉木。现在我就拿来开板机给大家看一下，看看这种最新的开料的大剂到底好不好用。大家看一下这一台机器，它是量脑控制的，它是自动的，把木料夹在这个机器上，它就会自动开板子了，不用人工推了。这种机器比那种传统的那个开料机开料不但这个速度快，而且开出来的板子也是非常光滑的。把这根木料夹在这里，然后就调好你要开这个板子的厚度，它就会自动计算出来这个木料能开多少块板子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机器是不是很先进。这一台机器是这个家具厂老板买回来的，要20多万。铁梨木是非常坚硬的，这个机器开起来一点也不吃力。大家看一下它切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，它开出来的板子是非常光滑的，大家看一下，还可以看到纹理。这些是边角料，没有什么用的，这是阴沉的铁梨木。开出来的板子是非常光滑。用这种机器开板子干活就不怎么累了。它是电脑控制的，也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开出来的板子的效果，很光滑的开出来。好的，我介绍这种最先进的开料的机器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，或者是关注我吧。好的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